恶人榜二号人物十分危险，二号人物指挥可热大的血统，咱们只负责监视，等大部队抓捕，不能再等了。 自古这青楼多奇案，没有那么容易破的。这明显不是一起普通的杀人，该来的都要来。既然丽兰叫去查，只要查，就能水落石出。 灾星临头，龙王井冒出黄烟。如果不去掉灾星，就会一天死一个人。不愧是宝龙一族，果然名不虚传。